大家好，我是 Bon。 本部片一样来分享一下我们真美奴国跟 BTS 合作的相关活动哦。那这边的话算是活动释出的第一弹嘛，那这边快速的来看一下相关的网站，玩家们可以在线上预约，然后也可以来抽一下 BTS 在釜山的那个演唱会门票哦。那这个活动的话它是全球的，只要突破的话是有达到300万，那我们这边总共的话就是还有在送那个7000的水晶，然后跟相关的奖励吼，像 BTS 的那个活动有20抽之类的。那它这个突破啊，应该是每突破一次那个奖励都可以持续拿啦，所以如果有到300万的话，全部加起来就是16000赚嘛，然后加上还有45抽的 BTS 抽跟相关的东西吼，就是这边的话就请各位玩家可以稍微努力的登录一下，然后分享给你亲朋好友，就是有喜欢 BTS 的都可以来就是来试用。那因为这个活动它是全球的活动，所以300万对 BTS 来说应该不算太难。 OK， 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你要填一下相关的资料嘛，然后它这边就跟你讲说这个是 Yet to come in 釜山嘛。 OK， 就是那个BTS 相关的东西。好，那我这边稍微填一下，然后这边填完了之后，它还是要有你的真实姓名，然后还有你的国家电话吼，还有一些出生年月日吼，这边的话也是必须要认真的把它填好 ，OK？ 好，那这边填完了之后呢，它这边会有再次跟你确认相关的资料吼。那这一边获得了一个勇敢饼干图案的门票，代表你就是完成了这个预先登录的动作了吼。然后再来官方这边就是很兴奋跟你讲说，哦，你可以分享就是在你的 Twitter 或者是在别的社群媒体，然后你也可以就是把它下载下来吼。然后再来右上角这一边啦、啊，就像先前有讲嘛，目前这一次 BTS 合作的活动，它主要的话其实是在那个欧美、日本跟那个韩国嘛，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切换就是相关的语言哦。好啦，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相关 BTS 的这个预先登录的活动。那最主要的话就是拿那个相关的水晶嘛，就是各位玩家还是现实一点好吗？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稍微登录一下，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，就毕竟相关的活动我自己个人的话都还是支持一下啦，就有合作就是好事好吗？好啦，那影片就到这边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那我是 Bon， 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